研制学院的反轮，一起下球。哎，国内联赛还是很少见这种发球的。传位置上是二号何杰，现在由布里西奥来发球。头抛得很高，跟大力头发是一样的。你的攻守下球能力又比较强，发球直接得分。从上海队之前的两场五局大战上来看，布里西奥的体能是好发球，质量是很高的。好发球，发球值得。辽宁队今天接大力跳发确实接得不好，上海在发球直接得分方面一个人发球拿到了五分，布里西奥的发球轮在比赛中段再次发威，很有气势，连续的两个发球得分了。